是我们377一米七服装版滚筒热转印机，这个是现场录制它运转过程。这边是加压在加压状态，这边放秤纸的，这边放秤纸，站立轴或者轴从这里进滚筒，转完之后从这里出来，这根轴过到秤纸，出来到后面，这边是专门收秤纸的。上面是放布的，下面是放花纸的。花纸在下面，布在上面。进滚筒之后，这花纸出来，第一时间从这里分离开，这是过花纸的，这是收花纸的。整个机器的这是运转过程。